行了。哎呀，小两口啊，这样吃法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吃的比卖的还多。哪有这么多啊，大哥？咱们海边啊，一个海鲜啊，才花几块钱呢。你可不赶紧给我介绍介绍？嗯，好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套餐啊。来，这样是咱们家鱿鱼脖子，给人家三两包。大鹅蛋黄扇贝肉，再来两包，三包啊。醋油章鱼须，再来两包。武陵山的花鸭肉，两包。大鹅蛋黄的城隍肉，再给加上两包。今天下单哥姐啊，我再给您加上两只大鹅，满满一大箱海鲜啊，14包海鲜，99块钱还给你报价。